啊啊！你们是不是应该关门了？我是来开这个车的。我开回去了。不用，不打开了吧？不打开了吧？看看，给我打开，瞧瞧。这车我能开回去吗？啊？哇，这么新啊！嗯，蛮好的，挺干净的，真的。嗯。明天把膜撕了。我觉得还是撕掉的比较好。撕掉啊？那你就撕掉吧，没关紧啊，重关过。这个车怎么开啊？把这个大红花能不能？要把车都移出去吧。帅哥你好，这个大红花啥的，哦，行，你把东西先拿了吧，啊、哦，别随礼，别随礼。感谢黑行为龙生的君王，放炮了！感谢黑行为龙生的君王啊！它有几个模式啊？它有几个模式啊？一个赛道模式，一个日常用的模式啊，就两个模式啊。对，怎么开呢？那么平时如果是你平时开的话，你把这两个档位切换到 S 档。S 档就那 N 档是什么意思呢？哪一个？这个 N 档是什么意思？N 档是配合那个赛道用的。这么麻烦吗？对，你平时的话就用这个档就行了。就 S 档。那么这个是这两个都是弹射啊，这个弹射模式。弹射我肯定不动了。这两个弹射，这个呢？这个是那个底尾叶，你要就是。比如说你在静止的时候，你要尾翼升起来，就是最后是到切换到这一个，什么懂？就先开到 T 档，对，先开到，对，你切换到那个，没看到，后面看到，尾翼在哪？我这个模式已经打开了，再打开一下，这已经赛道模式了，对，哦，它就会再升的是吧？对。多少米？对，它这有数据啊，这个数据全部走完了，它数据没有了就可以了，OK 的。它这里还有剩余时间，都有的写的啊。剩余就必须要剩余秒数全部过完之后才能开。对。那么平时的话，你只要把这样一个模式关掉就行。我关掉尾翼就下来了。对。还是不是很懂哎，这好麻烦啊，哥们。简单。这好麻烦啊！现在下来了。对，下来了。这蓝牙呢？蓝牙连接的话是在这里面，那么还有这个是就是纯电的，纯电是油电混合嘛。那么这是纯电的，这点一下就纯电了。对，它是在启动的时候，你现在是冷车嘛？在热车的时候，你在路上行驶的话，比如说你，用油的情况之下，突然想用纯电的，这么按一下，那这个，其实这个，这个是用电模式了。用电就熄火了。对。
声音很轻的，就是很轻的这种声音。然后再这样啊，站一下就启动了。我们现在后面，然后我现在的手刹松掉了，准备动了，它就是会有，它自动会切换，这肯定是。这个是 D 档，前进档。对，这个是 N 档，这个是倒档，这个我知道的。对，我还是不太了解这个，就是赛道的怎么样升尾翼，我不是很了解。升尾翼这个什么用呢？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两个都是配合赛道用的。哦。平时的话，这两个东西建议最好不要去用。因为这样的话，因为这种车毕竟是超高端的豪华车。那么就是，如果是用的不恰当的话，这个最好是改天你有，如果是真的有兴趣，我可以。单独的给你稍微培训一下，这个是要培训过的。要培训过的。对对对，这一块的话，你上赛道的话，保证是不一样的。那我就平时开，我来升一下尾翼啊。我开到这个，这是普通的。对。对吧？我普通模式这个就关掉了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要开赛道了，我要开，那我普通模式升不了那么高的尾翼的。对。那我就要开这个赛道，两个，然后再按一下这个键。对。然后按下去。就尾翼呢？那前量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尾翼按下去。你再按一下，按牢。按牢啊，不是按牢，对，按住，按住啊，能看啊，进入赛道模式，对，还要按着，对你再按一下就行了，再按，再按一下，第二下要长按，也是长按，长按，确认，等它这个字面跳出来以后就行了。哦，这必须要这三个键，它这样的，它这个底盘升降，因为它里面的储气罐的是用的是氮气，建议不要。就是频繁的在使用过程中，不要这个频繁的使用这个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尾翼会容易坏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反正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是你不懂的话，你到时候你可以加我一下微信，我会全部告诉你，这个还是有要自己有一个体验的一个过程，有时候我那些键是干啥的呢？这个就是很简单的，这灯光嘛，哦，灯光，这是后视镜嘛，哦，那是后视镜，对，这是折叠的话，就难的这个怎么升尾翼这里？对对对，也是不难的，实际上也不难的，你只要这三个键必须要同时按起来，然后再按两下这个键，对，这个必须得亮，它这个不用按就会亮是吧？对对，你不按这个等于说这个是总键，如果那个总键不按的话，它不会升起来的，哦，它也不会。把别的灯都亮起来。平时的话你就开 S 模式就可以了。S 模式尾翼就自动降了吗？也没降啊。我车子还没动啊。我车一动就降了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它自动会检测这一块东西。我两个。还有你这个钥匙啊。这个触屏的吗？平时的话你这个。这个不带触屏的。你听我说完。你平时这个钥匙的话，你把这个钥匙放在这里就行了。哪个钥匙啊？在这里。哦，放这个 PE 有专门有这个放钥匙的一个位置。哦，这样子的。对。我看一下。哦，就放在这个兜里。对，它这里有个兜。可以，专门做了一个兜。哦，不错。然后这个不是触屏的是吧？对，这不是。你这个键，等会儿我先把那个键。我先让他们先把那个先后面的车移掉。你是不是要四个车子啊？对，我四个车。啊，行。我这个什么车况都没看，我直接就买了。行。真的。完了，我什么？底盘升起来是吧？头晕，不知道我怎么看到这个车。我不知道怎么看到这个车，头好晕啊！带你们开出去兜一圈啊！今天还没提前放一会儿，我今天就带你们出去兜一圈，我今天还没提，我要先放着啊。
别急，大家先放着。今天只是带来跟大家说一下，这辆车就不装了，确确实实我买了，就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带你来看一眼。但是我车还是放在这，因为我现在拿回去也不知道放在哪，我得去，我这个车至少得再租两个车位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边上停辆车还真开不了门，你知道吗？家里没地方停地库，你知道吗？开回去没地方停，你知道吗？车位不够。我家有，你听我家。我已经把这辆车的后面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要买个板车啊。我跟你说，这辆车原来的牌照是你们看到那个牌照，哎。这怎么拿掉啊？没事没事，这个没事的，这个牛逼就没事。那来吧，给我吧。这个牌照是原来的牌照，你们在某音上面看的牌照，这辆车是原车主的牌照，是这个，不是我的牌照。天天说这是我的牌照，我的牌照。这尾翼现在要全部降下去，要怎么降呢？P1 是没有敞篷的。你先开出来吧，把那个门关下去。没事，我让助理关。哇，这刹车灯，我靠！在这呢，哇，这么多人气啊，200多万的人气啊！你确定你这个平台不，我这个平台不会被封吗？不会不会。先开出去吧。感谢黑航归龙生的君王啊！哎呀，我这车地库我下得去吗？嗯，没有，大家先开下来吧。嗯。好好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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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当心点，走走走吧，走走。好，可以。我都要蹭到地上的感觉。所以说你晚上来骑车是不是很危险？